次刚好我停红绿灯，刚好看到他，因为他一直扶着那个杆子。哦，因为走到没力气了啦。不用去检查吗？你面有弄着啊？你有磕到脚哦？无吼。啊，你几岁啊？八十哦，八十外哦。安尼，你搁啥物大名？你搁会记得无？他会自己写自己名字吗？他说他会写字。啊，那店家可以借一下纸笔吗？纸笔。我们在立等你啊，我们确认找住址啦，列身份确认一下住址。嘿，来。我等你。我会在你等你啊，你放心啦。啊，你在厝一搭吗？无。你厝一搭。西区。你也是西区吗？西区。哎，西区好。安尼好，我。这间恁家吗？对。这间恁家吼，确定吼，好行，阿伯行，来等，谢谢呢，好，阿你较细腻的呀哈。